电不露成员李正信日前旋风式访台，为选秀活动代言宣传。李正信访台行程前后停留不到14个小时，记者会更只有短暂停留了15分钟，但现场依旧挤满了 CN 不露的粉丝。李正信一现身，粉丝立刻陷入疯狂。大家好，我是正信。好像先不论说填错路求婚嫁的时候，能不能求上面的莎莎那个帮我声音吗？我们来麻烦工作人员。首先只有他一个人来，所以呢非常的抱歉。어쨌든대만분들너무오랜만에보는것같아서너무기쁘고요공항에서도또여기에서도이렇게많은분들보니까너무기분좋습니다너무감사합니다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这次能够跟大家见面非常的开心，还有在机场在这里跟大家见面非常非常的开心。李正信虽然少了团员的陪伴，但有那么多粉丝前来力挺，相信是一点也不孤单。李正信也用自己出道前当练习生的经验来勉励对演艺圈怀抱理想的参赛者。好像我听说这个 CN Blue 的贝斯手正信啊，有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啊，练到那个指头都流血了。然后一般人我们想说，流血了吗 ？OK 绷贴起来，或是这个红药水涂一涂，但他不是他用3秒胶把伤口粘起来，然后继续再弹哇，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残酷？그때는연습을굉장히많이해야되는상황이었고만약에반창고를묻히면은악기를못치니까본드를써야이제손가락에좀통증이사라지고그래서좀솔직히말도안되는거지만그때그렇게열정이좀넘쳤던것같아요因为当时是真的是需要很多练习的时候，那如果说你用了 OK 绷的话，就没有办法弹奏乐器嘛，所以他就是用那个3秒胶之类的，那这样就比较不会去感受那个痛的感觉。虽然感觉是非常的不像话了，但是对，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就是这么的有热情，所以呢这个。李正信来去匆匆，可是让喜欢他的粉丝大叹时间不够。但下次如果能够带上其他团员一起，或许可以短暂解除歌迷们的相思之苦。收视频娱乐台北报道。